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ter。 上一集体验完北海道开拓之春后，我们就往小樽出发。要到小樽，可以从札幌站乘搭45分钟的JR Line到小樽站。到了小樽后，我们先立刻我们吃饭，吃什么？我们吃饭，海鲜鸡，这个海鲜鸡，你摸到哪个山头？这个欧达路很出名的，然后它出名的是其实是炸鸡，如果你在拉吉奥呢会比较便宜的。我们到了出名炸鸡的洛基时代南路本店，招牌是这个半只炸鸡定时。这个炸鸡炸得很脆，而且不失鸡汁，非常推荐，价格也很亲民。OK， 攞够上嚟，再令我镜头呢度。OK， 摆入口。哇，我觉得我应该会饱哎，只是这一个都觉得很饱。我有都饱。你看它饭还很大哎，怎么办？吃得完没有我们？可以啊。呢个应该系啦，应该系呢个啫。大概是有甜，你那个比较甜一点。啊，我有淋一种酱。你买 ice cream 吗？嗯，对了，买 ice cream。你也买 ice cream 吗？是什么口味的？它写是蛋的。荒废了的火车路，意外的发现哈兹内米谷。他们说来到北海道就别错过三大景点，第一是札幌市，第二是函馆市，第三是小樽。小樽是位于札幌市西边的一座港口都市，北边面向日本海。市区内有许多百年传统历史建筑，独特的城市景观而成为日本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，小樽运河也是其中之一。旁边有植物生在墙壁上面，五颜六色。我们不是在 Time Japan Labs， 可是你可以看那些云是在动了，所以你可以 imagine 它到底是多强的风，一直在动，有毛毛的细雨。对，我们到小樽运河了，今天很大风，应该没人走吧？看啊，一直被吹乱。今天的温度是16.3度。16.3度，看到。上桥街，都系卖嘢嘅街，依然系落紧毛毛雨，但系已经冷得我死。
拍照。刚刚拍，现在晚上五点半。其实这里的店大部分都六点关。想叫毛你一次一齐录。所以如果你要关，所以你要来的话，六点之前来。然后这个西蒙在录。六点之前来已经关了。哦、oh, ，sorry， 六点之前离开。来自己吃个 lunch， 顺便来自己走，时间刚刚好。OK， 下一聊关机啊，拜。这晚间的风景，还有 LED light， 挺美的。那边还有 Halloween 的 decoration。蒸汽时调整中，真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主要是音乐盒，很精致的音乐盒，最 mix in。キモナマイル全然全然。然后这是なんでもないや。哦，有四首歌。因为他很多字，可是都听不到他唱的。这种呢，就是很 refined 的 hobby。太贵了，这个 hobby。我要找没有。这五迷恋。进入夜晚的小樽也有它的魅力，城市灯光的投射让小樽充满了气氛。又回来小樽运河，现在是晚上了。晚上可以看一下这边，还有那边，很美，很美耶！晚上真的值得来，待到这么晚是值得。好了，现在回 Sapporo Station 了，吃晚餐。来了，拜拜。拜拜OK。
快快吃，快快回。晚餐我们回到了札幌帐篷的札幌拉面共和国咀嚼，它位于 ESDA 商场的十楼。札幌拉面共和国里面共有八间拉面店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换。我们选了这间百华山庄的味噌拉面，这家的拉面可以满足重口味的食客。大家知道吗？日本的三大拉面为北海道札幌拉面、富冈博多拉面和福岛喜多方拉面。札幌拉面以味噌口味为特征。我们现在在 basement， 然后我们在吃宵夜，吃了宵夜吗？哦，还有 rice， 这个叫宵夜，还有这个很好吃，赞，大嫂买的不错，耶，干杯！分享旅行可以记录到过的地方，也是开心的回忆。我们下期见。